你还在为切派而烦恼吗？三个细节让你完美发力。细节一，立腕架拍，我们手腕在放松的状态下会自然向前压腕发力，这样你打球不仅容易切拍，还特别容易受伤，所以我们手腕在架拍的时候一定要刻意立起来，保证立腕架拍向前自然转正，完美发力。细节二，倾斜击球，你打球为什么总是切拍？因为你喜欢打直手臂抢高顶击球，这样的话你手腕会自然向里旋转，导致切拍击球，所以我们手腕不是打直的，应该是微微倾斜的，保证在斜面的情况下手腕自然向前转正，完美正击球头。细节三，锁腕发力，当我们挥速很快球速也很快的时候，球就会给拍面造成巨大的冲击力，导致拍面偏左或者偏右，所以我们的手腕要在击球的瞬间锁住，让我们的拍面固定住，始终正击球头，完美发力。